《盗墓笔记》超级季播剧百度贴吧微访谈马上就要开始，我怎么又是最后一个人知道？哎，我为什么要说个柚子？哎，等等我。大家好，我是李易峰，我在《盗墓笔记》中所饰演的是吴邪。我们已经下斗深度有两个月了，想要知道什么就来百度微访谈，我想跟你们谈一谈《盗墓笔记》超级季播剧首轮解密重磅来袭。